玩微信吗？因为玩微信呢，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来，我不会让你浪费时间。我也不喜欢。郭宇怎么讲得这么好啊？哎，我也不喜欢浪费。我要是年轻，我非得亲他一口。稍微等一下 ，OK。所以过程是这样的啊，你先用 ID 对不对 ？ID 给我了，我们系统会告诉我你符不符合资格。但是他还有一可能会告诉你，这个系统认不出你现在符不符合资格。所以就是因为你给我您的 ID， 不能随便拿手机，我得登系统的。是免费手机啊？是政府提供的，是今天给我还是没有？不是你给我一个 ID， 我就给你一个手机，说我要登系统，说哎，这个人符合资格。那你拿了白卡对吧？这个我能看清楚，你拿了一个白卡，但是系统中文比我们还好。没有没有，但是这个系统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呢名字是三个字？美国人他这个不一定看得懂，写了两个字联系写起冲就认不出你是你啊，所以我把 ID 还给你了，我刚刚说了起冲不能确认你是有这个东西哈，但是我看到了，但是系统不是我能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是政府说的算，所以我们要按照系统 OK， 不按照系统啊，那我回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再次试一试啊！但是今天我当时也给你翻译的，我也感觉很幸福 ，OK。但是我是感谢你。你还记得我？我还当然记得你，记得忘不了你那呀。哦，好了，当然是啊。你这个还说这么好？对呀，没有没有。中文说的这么好啊！就是中国人都很耐心啊，妈妈可以。我要年轻，我肯定老。对，没有。行，我们看一下，今天也可以再试。看这说，看这肉皮，肉皮什么东西吗？你在哪里上学啊？啊，肉皮啊！厦门大学。哦，厦门。对，啊，交流过，就一年了。跟段子厉害。啊，没有，我看，今天啊，咱要干嘛？哎。OK， 我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因为没有这种客人会来问这个问题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明白啊，所以我们现在说得很清楚，你知道吗 ？OK， 你给我一个 ID 啊，我还得等系统说过关了，他没说过关，那我不能按照我的言行，我的心，我的脑，我得按照。These are the phones provid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ssurance Lifeline program. You can get them through SafeLink or Assurance Wireless. Wow, yeah. No, you guys are great. Yeah, I can believe it. Very kind. Yes. All of the people here are nice. That's why I like coming here. 你快点吧！你上班？我还是在我吃早饭的时间，我是早点过来帮你处理一些事。但是我说应该喝我的豆浆还能怎么嘞？我一般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啊，2点过来一定可以，但是没问题。是这样，我上回申请了啊，他说我不批呀，证件不对啊，号码不对啊。对，但是这个因为在美国，你不是有 ID 吗？我都有。对啊 ，ID 还不对呀、啊。上次申请上的说不对。哦。这回我换了个新卡，嗯，看他对不对，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把 ID 给我都申请了，你一些关都得过才能把这个单子输入，你知道吗？哎，所以我知道你一那一天，我记得很多人也有这厉害，但是真的一般是因为美国写的，哎 ，Hello。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就搂他亲他，赖他，那不可以啊，犯法的。